本店呢最新推出粮食上的大龙虾啊，全都是新鲜的，全都是今天从澳洲空运过来的啊，就是这个这个。米饭怎么卖？米饭？啊？这么大饭店连米饭都没有？有，米饭都没有吗？先生，我们这米饭都是免费的。那我来8碗米饭，再来半碗酱油。快！果然是高手，来试探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就是我们老板叮嘱的那位。你说什么？我没说出来，不是那个我没说什么，快上啊，愣着干什么？快上，去！甲鱼，澳洲大龙虾，一品金汤翅，极品鲍鱼。先生，现在本酒楼正在举办招牌菜免费试吃活动，请您品尝。不是，那个都免费啊？是，都免费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您请。米饭